中国太极飞龙韩飞龙再次迎战泰国选手乐里，风云再起，热血碰撞，谁能更胜一筹？中国小霸王赵小宇迎战伊朗冠军之星凯万，中国选手张艺强对战中国选手王俊，中国选手李深深对阵中国选手浩洋，八位选手四场高水平的对决，谁能笑傲峨眉山巅？四川卫视峨眉传奇今晚10:30与您不见不散。